有可能还是会有人啊。哦，我们过去看看啊。哎，不对啊，加雷利亚要塞是原本的吧？我们是从那里过来的、啊，我确认一下啊。好。哦，加雷利亚要塞，加雷利亚道尖。嗯，已经太久没玩了。真的太久了。我确认一下，艾米莉尼可拉斯有没有上我的船？他说正常玩完那里应该要让这两个家伙上船。哦，就是那边可以遇到他们。来看一下、哦、伙伴协力者，对，艾米莉。艾米莉，莫尼可拉斯，哎、欸，没有遇到哎、欸，所以我在加雷利亚要塞那边没有好好完成，所以应该会有遇到什么人，然后一起带上来，是不是？嗯，哎、欸，这里可以看，就是他，我们哎、欸，你应该。知道吧？我们这边会开始带学生上来。嗯，你那时候有跟你看到这剧情吗？没有。哦，啊，现在他们在集合，就是整个学校的力量，所以这个船上收集学生这样子。没错，这船上很大，那很多地方其实没有人员，那现在就是来收集每个学生，就看他们要不要协助我们。如果不要的话，也是他们的选择。嗯，那他们的目的就是先希望凑集全部的。学生，然后共同讨论出未来要做什么事情。哦，对啊，那这样子应该是那里还没完成。我看一下委托，收集学生游戏，这个已达成。贾伯，贾斯伯，那怎么跟我看到不大一样？莫妮卡·敏特、贾斯伯·微微完成后可以顺道去加雷利亚的街道寻找伙伴。我看的攻略是这样的，不然我们就走一遭看看啊。嗯，如果没有就算了。去哦！带整个学院的学生去搞学院，看他就觉得很好笑，蛮好笑的，真是忍不住。不要看正面，会一直想到他的正面，就被影会觉得说哇。哇什么？中二二人组，太扯了吧！而且重点是，那两个人的服装也就很不统一啊。地灵窟，我记得好像打完了。对，地灵窟有。所以现在是要去找学生嘛？现在这样子。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完全不同的游戏啊！赛车游戏啊！嗯，闪之轨迹蹦蹦车，不知道在这个上面撞到怪会不会有事？那你要撞撞看吗、我已经到下一个地方啊！有亚历莎痛击车哦，可能还没买到吧？有那种东西？哎、欸，看，你看，果然有，这边有惊叹号，惊叹号，需要到那边去。嗯，好快啊！这里吗？哎、欸，越过头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倒车，倒车，那倒车也很可爱。这一条吧。对，撞一下，哦，会、哎，就跟骑马那个一样。我刚才以为是你撞到墙，所以才。我不会撞到墙。哦、okay ，小瞧我。对不起，我高估你。久违的战斗，疾风，哇，哎、欸，我太强了、啊。终于。这里的怪，
不足为惧。哇哇，他到底在看哪里？没人在看哪里。其实他是闭着眼睛，闭着眼睛就可以干掉这群怪啊。对，你看他已经挑衅到这种地步了。左边吧，左边，对啊，往左上。擎天撞墙，哎、欸，这里太急了，这里太急了，技术问题，技术问题。嘿，为什么用亚历莎？亚历莎，你是亚历莎吧？不，看看你这个装扮有点像亚历莎，你是亚历莎吗？我是美少女亚历莎。谁啦？我是魔法美少女。你看，我就说那个头，你根本就完全看不到他的表情，超白。他们在故作镇静，他们在故作镇静。你们为什么跑来这地方？嗯，其实。你不要笑。原来又是大山的卡雷贾斯四处奔走啊！不过，为什么要这个服装？看来出于各个的传闻，就是在说你们了。不过，为什么是这个服装？内心都 always。超重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没有这么厉害吧？收集对抗反抗军的资讯。哇！所以他们要来帮我们吗？应该也是你要帮他做些什么，然后才会来来来来。你不要再看就笑了，你太爽。那我得早点去找他，让他心里。那么你们愿意协助我吗？一定要跟你们穿这服装才可以协助你们吗？没有了。那我可以拒绝吗？那当然，嗯。那当然很想，虽然想这样回答你啊，可是看到你这服装，我是有点不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事情没办法。婆婆的订阅没声音，说不定等一下就有啊。我看一下，退局这边真的也没有显示，讯息没有跑出来呢，还是说今天没有续？就是还没有续订的日期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通常退局聊天室这边至少会有写说有谁订阅，可是啊，我记得会有，对，反正晚一点再看看，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受退去，完成再说，居然还要考验我们，来啦，帮忙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导力通讯的中继机，装在导力灯上用的机型。你看后面的帐篷啊，代表他们睡在这里。他们两个人，搞不好他们睡得隔很远啊。难怪他们不想跟我们走，他们其实在这里和乐融融，开开心心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走，然后我跟亚历莎就可以睡在这里。白痴，傻眼。可以拜托我吗？来吧！我们要去 山路上。哦，他们要做料理，倒是这帐篷，为什么我跟亚历莎进不去？我跟亚历莎也想进去啊！他其实有那个指纹感应，之后他们两个才进不去。太过分了！我也只是想要在帐篷里好好的玩乐一番而已啊，为什么他就不愿意这么让我？两个人在帐篷，哈子哈子，你在撞墙啊？不是，因为我要停在旁边，这里已经到了。你少在那边就是质疑我的技术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设置完成了。哎。那、啊、我设置完成，我的车就不见了。被他们两个偷走了，去逍遥，去逍遥。莫名其妙。一下子就不见了。就算你少了一台，你还有千千万万的。真的，一直有。一直都有，你又撞到那个了。没有。在行驶。你干嘛又撞回来？没有，在行驶中不能那个，不能停。我原本想说他们可以跳车，很帅。GTA 玩太多了，后遗症。唱什么啦，你们？哦呦呦呦！车子又不见了。三，行きましょう。我刚有一个有定的，这个车子不见了。
我这里右转甩尾，撞他！你的车子已经迟早会被你撞坏。处理完成一半了，哪会我这么厉害？还要到后面啊？还是双龙桥？所以这边应该没有吧？是那些红色的箭头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红色箭头是怪物啊！哦，是在上一个区域，这个区域都已经装好了。虽然不懂为什么是由他们来装这个导力灯，嗯，就顺着街道左扭右扭，有没有吃到道具？吃到道具可以加速哦。哇，这个甩尾过一定程度之后再放开就可以喷发，这么猛，像跑跑卡丁车那样。订阅歌总唱啊，谁知道？你自己定的歌。四盏剩两盏，亚伊莎背面不错看，正面真的完全是因为眼镜的关系，那眼镜真的太饿了。对啊，真的太饿，好饿哦。你肚子饿？吃货。没有，我只是说亚伊莎好饿。吃货。小吃货。小。胖子，好，你才是。你敢说好吗？我说好，你才是。好，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哎呦，差点撞到，还好我一个扭腰。一个扭腰。超强的操作技术。最后一盏啦。嗯。希望它可以自动让我们回去。耶。哦，还好我们回去，天哪！所以我们还要骑回去。对啊，学长真的是哦，太不贴心了。不会直接用他的魔法把我们带回去哦。特殊召唤，米恩出现吧。那我就刚好传送到他们的帐篷里面去。不行，说不定我们回去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做事，都还在帐篷里面玩。对，他们在玩扑克牌，单张扑克。单张扑克是怎样？单张扑克是那个，就是一个赌博游戏。哦。我那天跟老天赌博，然后他先输，然后他要做的惩罚是把他的 GTA 的造型任我改。真假的？然后还要改一个月。哎呦，撞到他！所以他现在的 GTA 角色模样就是还没还没，因为我也输了。然后、oh, OK， 我们强烈要求私下和解。OK， 还私下和解、哎？我要做的事情是带猫耳跑两圈操场，上传实况。真假的？对。哦、oh, ，好期待哦！期待头啦！我们要私下和解。和解干嘛、啊？就是要那个啊，没有愿赌服输。你都已经有艾莎桥，来个猫儿桥，不要互相残害彼此。没有残害，这是一种自我挑战。No No， 大家都想看你的那个自我挑战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很想看的猫儿，跟我屁事，跑操场，跟我屁事，大家一定都很想看，跟我屁事，那多棒啊！正常运作，耶、yeah, ，太好了。耶、yeah, ！人称颜值女，带猫耳跑操场耶、yeah、！What？ 没有啊，他叫你都这样欺骗大家，那欺骗大家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啊！所以互相和解啊！在那边，哎，就是这样子教别人的，对啊，教别人私下和解，这样子不好、欸，不要每次都只会跟人家起纷争。王牌大律师就是教导你，那和解并不就是好的解决之道。我偏要和解，你害我忘了怎么回去卡一点。其实我是很想要愿赌服输啊，只是你知道吗？你很想带猫儿，我知道。改造型这件事情对老天而言真的太痛苦了。会吗？你知道他一天玩三四个小时以上，哎，我要把他造型改得丑不拉几哎。又不是不能改回来，不行啊，一个月后才可以啊。